非常明确同时负责任的告诉各位，有其他的受害者，而且情节轻重不一，有人遇到的状况跟我完全一样，有人遇到的是言语跟肢体上的骚扰，但是我不是他们，而且我要保护他们，直到他们愿意自己出来讲的时候，我可以陪着他们。但是这一切在接下来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如果检调机关认为有必要，我会在确定保全他们各自的情况之下，逐一如实的向司法机关揭露。因为想问一下，刚刚朱学恒有在自己脸书发文，他说他上午已经主动对台北地检署告发本案了，请问他这样子？我相信他的做法，任何有法律知识的人都会觉得非常荒唐。朱学恒今天早上的行为只是再一次的向大家证明他毫无悔改之意。如果他觉得他自己做错了，曾经他觉得他自己做错了，那么他早在还可以有法律效力的时候就会去自首，而不是在现在动用司法资源、浪费司法资源来博取媒体的眼光，想要营造一个悔改的形象。但如果他真心觉得自己做错了，应该要付出司法责任的话，他早就在几个月前应该要去向司法机关自首，而不是在今天玩出这一出司法大戏。好，那另外一部分当然就是这个上星期发文的事情哦。那在主要其实我比较希望就是大家今天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但是在让大家提问之前，我有一些这个原则性的事情想要先说，就是当天发生的事情我已经都如一的写在脸书里面，所以之后就是稍后细节我不会再赘述，因为我不愿意再回想。然后坦白说，那个书写千字文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10个月听起来很久，但是10个月听起来很久，但是对心理受伤的我来说很短哦。我到现在还是会被突然靠近我的人吓到，然后也会还是在晚上会做噩梦。但是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好起来。那些说我在盘算政治红利的人，我想问问你们，如果你们自己或是你们的家人受了这样子的伤，多久复原算快，多久复原算慢？我自己在选议员、选立委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情的。那请问现在我又需要图些什么？真正会在这个时间点说出来的原因是，我刚刚给各位听过朱学恒在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各位可以听出他的语气跟他平常讲话的落差。他一度让我相信他愿意真心的悔改认错。我在去年8月事情发生之后，我没有向他要求任何的赔偿。
我只要他从此以后承诺不要再靠近我。因此他在律师事务所里面写下的切结内容就是他会尽一切可能远离我还有我的家人，避免造成任何困扰。但是就在几个月之后，他毫不避讳的在电视台跟我出席一样的通告，而且一而再再而三，我认为他在挑战我的底线，他在测试我身为被害人但是同时也是公众人物，我敢不敢站出来挑战他。我觉得他在测试我的底线。于是一次两次之后，他不但跟我继续同台出现在我的面前，而且他还当着我的面谈论他最不应该谈论的性骚扰议题。而且当他发现他被制作毫不知情的制作单位安排座位就在我的旁边，最后一次录影的时候他的位置就在我的右手边，就在这么近的距离，他若无其事的坐在这么近的距离谈论他最不应该谈论的性骚扰议题。于是在那一天我下定决心，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再忍耐的，一个不知悔改违背自己切结内容的人有什么资格谈原谅跟谈大道理呢？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在上个星期四把整个事件经过在十个月之后写出来的原因。我要再一次问各位，十个月算长还是算短？每一个人都没有一样的答案，但是我就问问各位，如果是你或者是你的家人受了伤，多久复原算快，多久复原算慢？只要大家自己这样问一问自己，就不会再有一些奇怪的评论或者是猜测了。我只希望这个事件过了之后，台湾能够变成一个更成熟的氛围的国家。我们当以后我们或者我们下一代在谈论这样的议题的时候，我们的眼中只有是非，不再会用政党去评论去分界这一切的事情。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做更善良的人，大概就是这样。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再来补充吧。周佩君的事件，主席会不会觉得加害者很夸张？主席事后有关心他吗？哎，这个对于任何性骚扰的事件，我们对于这个受害者一定是表达最高的一个支持。那尤其这个是以加害者都已经道歉了，表示这个是事实。那我相信周佩君议员也的确受到很多的委屈，他是我们优秀的同志，我们也表达对他最多的关怀跟支持。好，谢谢，谢谢。